一起的，是一起的。您坐这里，您坐左边这里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开始了是吧？开始了。今天卖什么呀？卖什么啊？卖点的意思吗？这个我有点搞不懂。没有。好，我要开始口播了，要开始了吗？你们说开始就开始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微博与 QQ 音乐独家合作的 QQ 音乐融合嘻哈盛典后台采访直播间，我是本次活动的独家播报官沙一丁 EL， 关注微博沙一丁 EL 与微博音乐锁定直播，欢迎与我多多互动。好。我要说了是吗？还没到吧？是，我要问问题了。哦，我得自我介绍一个吧。哦，当然。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姚琛，今天很高兴能够跟沙老师在这儿直播。啊，没事，来吧。我也很紧张，我不用，我肯定比你紧张。嗯，好，姚琛老师，知道你12月2号发行了一张新 EP，是《夜闹》。对。那你这首歌是怎么去想的名字？是我看了一下，是 Yeah Now， 那这是有谐音梗的意思的，有两层意思是吗？原本是没有这个想法，但后面工作团队的就说，哎，你这个好像那个什么热闹哦，好夜闹。哦，就是不知道是哪部电影还是。那其实是先有英文的名字的。先有英文，就是希望大家 Yeah Now。哦。然后后面，好夜闹。对，这首歌歌如其名，确实非常的。我还看了一下你的 EP 的简介，有那个 Mountbatten，那种重节奏性的东西，对。然后我非常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啊，就是新的EP 的名字叫感叹号冒号 EM。这个到底是怎么读？其实就读 E M 就行了，因为想说的是感叹号，它的意思就是 E M， E M 是感叹号的英文缩写。哦，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，因为如果只说一个，大家好，我的新 EP 叫感叹号，感觉少了点灵魂。哦，是。那我的新 EP 叫 E M， 那好像加上语气感叹号 E M 啊 ，E M， 好像高级一点。哦，这是有点把态度融合进去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你可以拿着，我拿着，行，我拿着。这个主持人得拿着呀，这是没关系，不重要，无所谓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最近发布了一首新歌《夜闹》，是东北话热闹的意思吗？就是一个写，我也不知道东北话，你是哪？我是内蒙人，你内蒙，我很接近东北。我看东北应该怎么说啊？内蒙怎么说？热闹。热闹的了，热闹的，我猜的，我也是一个假内蒙，而且是有点。重庆是好热闹，好热闹。但是东北应该不是夜闹的感觉，夜闹，热闹，这有点北京话，热闹，不是。好，第三个，好，这正经来一次 ，OK， 这次带来自己全新的音乐作品《夜闹》。来到这里，新歌发布的时候也在微博发布了这样一句话，我进步我救赎我，这句话可以给大家讲述一下这首歌想要传达的内容吗？其实这歌就是在我一个 EP 有一个故事，我七首歌我把它连成一个故事，然后这首歌呢其实讲的就是在自我挣扎的那个过程，你要怎么走出来的。其实很多人在走极端，在有极端想法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去给他说，比如你很丧，emo了，然后我说，不要 emo， 但是没用是吧？是的，没用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只有自己去救自己，自己去走出来，是吧？是的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我们嗨起来，我们一定要夜闹起来，要开心，但不可能的。哦，是的。你越说，我可能越。对，你得自己给自己打劲儿，是吗？对，就我禁锢我，我解决我的那个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自己 emo 的点是什么？哦，那太多了。有一个最让自己，其实有时候它不是 emo， 不是某个点，它有可能就是今天下个雨，那我就 emo。哦，就是不是说心细敏感，它是那种积累，突然某一天可能一个树叶掉下来，啪，糟了。这个月还发表了一首抒情歌《放下吧 Nevermind》，也是姚琛自己作词的一首歌。是用了多久写完的歌词呢？其实这个我觉得不能用时间去说，哎，我用了多久时间，因为整个歌词的内容是几年前的一个备忘录里面。哦，是，我也是这样的。耶，那，对，就是一点点意象的积累，对，积累，然后慢慢的去想。去带入，然后慢慢的写出来的。是的，那就是一个很长时间打造的一个作品。对，明白。
那就是对于抒情曲和舞曲自己更喜欢在舞台上演绎哪一种？舞台上的话我更喜欢蹦蹦蹦，然后还是带动大家气氛情绪的那种。对，如果自己私底下的话，我可能会喜欢稍微安静一点，包括自己听啊，听的时候，对，人比较少的时候啊，我给你大家唱个歌吧。对对对，给你唱个慢歌，就稿子往下一点，稿子往下一点，哦，就不能太往上是吧？保证你的帅气的。哎呦呦呦，哎呦，好，第五个问题，接下来的新作品大概会在什么时间跟大家见面呢？其实25号圣诞节的时候会有，可以期待。那非常非常期待了，我也会去听，因为在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赶快把就是听了一遍，对，目前先有的两首歌都听了一遍。当然，外婆也很听，很好。当然，外婆也外婆对啊，就在 EP 里面，外婆只有这两，现在目前的 EP 里面只有这两首歌。不是，是你外婆哦，外婆是外婆呀。我先杀自己，我先杀自己。是我听错了啊，对不起。好，也透露一下今天晚上精心准备的舞台吧。哦，今天晚上这个舞台可以非常的热闹。对，深圳它必须要热闹起来，因为它很夜闹。对，现在也很热了，你看我现在我也是，哇，好热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死了。下飞机的时候我直接换成了短袖。是吗？我昨天是从哪来的呀？上海嘛。哦，我也是从来上海。我。我前天从上海来的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公司让我前天来的。妈呀！啊，你就是怎么评价？因为你知道吗？前几天赵让也发了新 EP， 对不对？啊，怎么评价赵让的新 EP？ 哇，赵让新 EP 那可就是贾赵斯丁让博。哦，他在朋友圈也发了这个，是吧？他自己说，我真的。什么第二个？对。但是我这样夸他，但是我说实话。姚晨的新 EP 更好听，兄弟们，有太多摆在这儿了，态度摆在这儿。虽然说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但是谁想做那个第二呢？是啊，就我就要说出来啊，就是要说出来，对啊，就说了怎么着了，这才是真正的 hiphop， 点题了。对，我估计赵亮来的时候，我先压一题，先点题，我再压一题，先将他一军，将他一军，他必须说，他肯定要说他的新 EP 最好听，是吗？我觉得他的性格不会的。不，他可能对我来，他对我的话应该会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有吗？咱们拭目以待。拭目以待，我待会儿看。我先压一题，刚刚点了一题，现在再压一题。你猜一下，一会儿他怎么回答？他怎么样？他说，可能是，姚老师、姚晨老师那首歌确实很好听哈，又有慢的，又有快的，但是，那还是比不过我这个赵斯丁让博了，我的 EP 才是最好的，他应该会这样说。然后马上就要说，欢迎大家收听赵让的那个新 EP。然后发现你们在后台打架，也应该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不可能，关系非常好。然后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通用的问题，就是如果说。没事，他们说还有三分钟。没有，他们是 OK 的。OK 的家人吗？他说不是，继续。继续。好，2021年已经快尾声了，来推荐一首你认为的年度单曲啊，可以是自己的，也可以是你今年听到的真的好，都可以。年度的单曲，那我觉得姚晨的新 EP 里面的主打《夜闹》。哇、哦，就是喜欢你这样的，就是喜欢这样的。我，哎呀。那你呢？如果你推荐一首年度，我肯定会推荐就是其他人的，比如说，那你不外婆，我想想啊，夜闹，我的天哪，哎呦，待会儿照样坐在这儿 ，perfect， 就换了，不会，还是夜闹，我答应你，好，我答应你，好，现在你在我心里是 number one， 好的 ，number one， 好，现在我们姚晨老师的第一个采访结束了，是。非常感谢，姚晨老师也很给面非常突然，你这个结束起来，哦，没关系，他们这样，我就这样 ，OK，、哦、第二个这怎么回事？现在是，哦，话外音来了，那我结束了，好，我走了，拜拜，待会儿见。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啊？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合唱一？一会儿有很尖锐的问题哦，要问你，真的假的？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合唱吧，你们俩。我走了，拜拜，到让了。那个是微博音乐的哦，那边还有镜头啊，你也跟他们打，我一直在看这个镜头。这是 ，Hello， 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姚晨。啊，夜闹，拜拜，夜闹，拜拜。